考试了，一定要考上状元，一定要考上。由于监考考官病重，科举考试延期三日，怎么会这样？只能先回去再苦读几天了。现在再接着复习。今天一定要好好发挥。着火了，大家快来救火呀！我终于灭了，累死我了，还好烧坏的不多。那考试怎么办呢？刚才上面传话，修理考场，七日后重新开考。现在只能再回去苦读几天了。总算到这一天了，这回一定要考上状元。总算能开考了，真是一波三折呀。笔呢？不会吧，不会是忘了带笔吧？怎么了？我来得太急了，忘了带笔过来。哦，先用这个吧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没墨水了。怎么办呢？你又怎么了？我的墨水用完了。先用这个吧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终于考完了，这回一定能考上。爸爸啦，成绩出来了。哇，这么多人。哇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让让让让，终于进来了。状元，我考上状元啦。真是好事多磨呀。好事多磨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事情成功前常常会遇到许多波折，只要不放弃，好事一定会成功的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
了。